你今天最好给我安静一点，我今天像吃到炸药一样，我跟你说。我看到你我就生气。你为什么不去照镜子？整间福安宫都没有镜子吗？有，那你先去照。但今天我们有一个好天气，所以大家都可以记得录影拍照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我们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来一个强棒出击了，好不好？一开场就给大家最精彩的表演，就是我们来自高雄的 Hot Q Girl 庙会天团来啦，尖叫声！那个一杯芋头鲜乳。